近日，在位于云南德宏的中国最大的菲氏叶猴种群栖息地，有11只可爱的猴宝宝陆续出生，菲氏叶猴家族又添新成员。菲氏叶猴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云南德宏的菲氏叶猴种群栖息地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单一区域内规模最大的菲氏叶猴猴群。目前，这里菲氏叶猴的种群数量已有近400只。